Let's see. Damn it. I had to get the dialogue back for my stream. Ah, yeah. Whatever, man. Try 2, 3, 4. Okay, same dialogue. This is the QS Fantasy Land. Bl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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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. I remember what it says. You must find it interesting. Yeah, yeah. Who will you become this time? Get ready, I'm gonna start the... Yeah, ready. Okay. Caesar, wow. I wanna hear the dialogue. 人这一生为了达到目的, 可是带了无数的假面的。 在与所爱之人无尽的纠缠中, 我记得, okay, but we don't need to hear everything. Okay, what is this card thing? 真是不想回到这里啊。这是您的故土，您承诺救出我的主人。故土？哼，我这样的人又哪里会有家呢？主人被困在了家里，您是他的哥哥，救他，跟我来。
怪不得你现在说话这么奇怪，节能模式。讨厌，你可惜不擅长说话。来吧，我们往前走，我会找到你的主人的。前面那是什么？似乎是您的幻觉具象出的障碍，这在祭坛很常见，应该有某种消除它们的规律。我手上的牌似乎能与左侧的两张连成一列，我应该换上去试试。果然，只要用同花色的连续数列，就会让这些障碍消失。你做得很棒，请小心，似乎被消除的牌无法复原。我们往前走吧，这一路的气氛有些奇怪，竟然没有一丝危险的气息存在。哼，又回到了这片土地吗？那个下午想要跟我交换卡牌的那双手，是不是也拉开了秘密的序幕？最近王城有什么奇怪的事发生吗？我刚上任，还没有经历过受训，也没有时间关注这里。主人，在准备您的受勋礼，可惜觉得有人叛变。叛变？是元老议会那群人吗？不过让出一个车厂车神，竟也值得这群老骨头对他们尊贵的皇女殿下下手吗？特洛伊流火的经济命脉，您的位置举足轻重，请再快些。
现在也没什么办法，把我认识的路线都走一遍吧。这破地方总有无数的地窖暗口。您这边走，这里有元老会议，巡逻守卫。
走过了一半的区域了，你确定他会在这里吗？并不，我的雷达节能模式关闭，抱歉。我记得小时候我母亲被关押的地方附近有不少类似的拘禁所，去看看。
能看到沙漠的边缘了，我们在靠近。我如果忽然沉默，请您不要担心。您找到皇女殿下，我就会恢复运转。果然是他的作品，自顾不暇，还在担心别人的感受。
看似有两条道路，实则只是虚伪的假面，驱赶着猎物向既定的终点前行吧。不如现在看看谁才是猎物。之后去过的地窖，算意外收获吗？快进！看来只剩我一个人来找你了，妹妹。什么人？这里。